艾莎，大家好！你现在收看的是《蓝色旋律》，走进蓝色，走入你的世界。好，在我右手边是蓝海。大家好，我是蓝海。好，我们今天就是首先就是要问，就是蓝海，你可以介绍你自己，就是你现在是音乐创作者吗？然后介绍你的风格啊，然后现在目前的阶段，然后分享给很多的各位观众。好，大家好，我就是叫蓝海。那本身就在做创作，那有母语的，就是我身为台湾族，然后也有中文这样子。那我的创作的来源其实都是来自于生活。现在创作几首之类的？现在总共应该有完整的吧？嗯，十首啦。十首，哇，十首十首。不是我一个人，对啊，还有就是其他的伙伴帮忙，对，伙伴帮忙。那我现在想要问，就是说，前阵子你好像就是看到你在做巡演，嗯，巡回嘛，然后分享你这十首的创作。那想就是说，你在这个巡回的当中，你有没有体会到什么，或者是一些喜欢你的观众啊，就是给予你什么一些回复？嗯，体会到什么吗？可能就观众的回应吧。对，就是我可以跟。学到怎么跟观众一起互动，对，我以前是就是很想要带过那一切，就是怕尴尬了，我真的很怕尴尬，对，所以我就想说哦，就唱歌就好了，可是我就没有想说要管，就底下的人是底下人的想法，对，想法什么的，然后就慢慢的就是体会到跟感受大家给我的那个能量，让我可以想要问每一个人，就是你爱的方式有什么啊这样子。哦，就你爱的方式也是你的创作里面嘛？对对对对，我就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如果他们的回复也可以记，也可以往后你在创作上的时候，你也可以不断的借由他们的想法，对，他们回复，然后去写下一首歌。阿林，我知道你近期就是有加入，就是有被签嘛，就是音乐公司。那在我的资料是蓝天音乐公司。那其实，在观众啊，还有大家，就是周围的这些亲朋好友也非常想知道，就是你的专辑的那个去向，请可以分享给观众。分享去向吗？嗯。开头就是生活嘛，就是我的前提就是生活，还有爱这件事情。嗯。因为我每一个选择都是用爱来做选择，如果你现在没有用爱做选择，其实就是像现在，就是所谓的阻碍啊，很多事情。要有爱。对，然后包容一切。爱与包容，对，对，也是，哦，是，就大概就是这样子。可以的，我的开头，就是关于爱嘛。对，还有生活。那怎样才可以知道关于你这个专辑就是制作或发行的这些规划的时间？要在哪里我们才能搜寻得到？我的粉专或者是我的 IG，对，都可以搜寻，就叫蓝海。好，大家要记得哦，要搜寻蓝海，就会知道他现在的就是这几个创作嘛，会收到他的专辑里面。专辑的名称想了吗？还没，就是要很认真的想。哦，所以你想要，所以那个时间都还没确定的。对啊，时间还没。哎呀，那我们就是敬请期待，就是蓝海他自己的那个创作的作品，对，然后专辑的发行。那我们就是也很谢谢你来这个蓝色旋律这个平台。我们节目就到这边，没有说爱上，谢谢你们收看蓝色旋律，我们下次再见。你现在收看的是蓝色旋律，走进蓝色，走入你的世界，蓝色渗透你心，摄入你心，我们影片见。寂静依然有变幻，有危机在经过，你在或不在世上。This is our life. Everyone is alive. This is our life. 可是依然还是喜欢。走进蓝色。啊！你现在说。你现在说。重来。走。
你现在收看的是《走进蓝色》你现在收看的是《蓝色旋律》走进哦，你不要不要，《走进蓝色》走入你的世界。我是小克，《走进蓝色》走入你的世界，等你来看。